天我要示范那个进阶版的皮卡丘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五指和松软的气泡，然后这个是做它的耳朵，现在我要做这个耳朵，也是五指和松软的气泡。要把这两个移到中间点来，是使用削气挤压移动。这一条就可以剪掉了。现在我们做它的身体，差不多三指就好，三指要做四个。节点也在这儿，然后做他的身体，用这个试纸靠过来，靠在这里，拉到后面。好，这个就是他的尾巴。它的尾巴是闪电型的，然后这边也是这样。好了，好，我们来比对一下哈，然后画上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腮红，还有耳朵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进阶版的皮卡丘。